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呢，接着跟大家分享 War Toys 的 Mega Box 系列，这个是出现在《异形》第二集电影里头的那一台载重机。但其实呢，很多人可能是看《异形》的电影，然后知道这个机械，而我的话呢，却不是这样啊。我是从一个Capcom 一个《异形 VS 终极战士》的一个轻版动作游戏里头就知道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第五个舞台还是第四个舞台的一个 boss 啊。在异形的第二集里头，女主的话最后呢是驾着这个机械的话呢，跟异形的女王呢来一场最后的一个对决。大小比例的话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啊。而这款玩具的配件呢并没有附上女主角，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中间是没有人驾驶的。它的配件呢是身上的这一些软的这些油压管。那身上的话呢一共有8个孔啊，就中间左右啊各4个，然后其他的话就接到他的一个两手臂啊。那这个管子接上去之后呢，它还是可以保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可动啊，这样上下动啊，甚至于你只要不去把它给碰掉的话呢，它这个管子的延伸长度呢是足以支撑它的这个活动范围的。那各位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应该是蛮多的这个喜欢机械的一个男孩子呢，都会有喜欢这种啊这个油压管的这种抽动的这个感觉啊，是非常棒的，非常有力量的感觉，对不对啊？平常没有什么生活的乐趣啊，就看看这些 OK 呈现力量感的抽插的话呢，就会觉得生命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在对抗外星生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努力向上啊。那上方的话呢有一个透明部件，是一个警示灯啊，可以往后面推一点点。那中间的话呢有一个部件啊，这个部件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我看一下盒绘啊，这个盒子的话好像这个黑色部件是在在这一侧啊，但是我的怎么是在这一侧不晓得是什么原因。而且它这个其实上方是这个涂装是黑色，但是我们这个是确实是没有的。整体上来说这一款因为它这个鲜黄色呢是稍微的亮了一点，不过作为一个玩具潮玩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这样吧。但如果你愿意加一点旧化做一点消光的话呢，相信它的一个涂装的话呢会再显得更好看一点。这个 caution 警告的字样。那身上的可动的话呢，我们就给各位做个展示，因为不是没有头部啊，就不特别展示它的头了。这个天线呢是一个软胶部件，变形的时候呢是要往前面推的。然后腰部的话是没有转动的，腰身是没有腰身的。然后呢手臂的话呢是一个，这里有一个360度的旋转是可以的，但这个管路的话呢就必须把它给拿下来，这个地方可以转动。那它的一个手腕的话是前它有一个可动关节在这，以及的话呢脚的话是往前往后踢。而且你可以感觉到这款玩具的关节紧实度是非常高的，膝盖的话呢也可以弯大概于90度。那它的这个中间这个爪子的话呢是可以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记得把它给推下来，这里这是给人站的，就人站在这，应该是两腿站在这，然后人是塞在里头。那这个爪子的部分它也是可以动，它可以上下动啊，这里可以上下去移动它的一个想要的一个位置，左右搓呢也是可以搓一点点。这个在变形的最后的话收纳的时候呢是有它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脚底板有一个 danger 啊，危险啊，这都已经，如果你看清楚这行字的时候呢，表示你可能离它的脚底已经差不了多远了。后面这个地方的这个油压管就是一个装饰而已啊，并不是一个啊，并没有像这里一样啊，并不像这个胳膊这里啊，是真的可以抽动的啊。那我们的话呢来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膝盖这两个地方推上去，那这一些管子的部分呢就全部的把它给拔掉啊，拔管啊，放弃治疗了啊，把它给全部脱掉。再来的话呢这个这小部件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天线的部分把它给压下去啊。这款的变形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啊，那我们就开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我第一个变形步骤我会习惯把这个地方给打开，这里打开，然后呢整个的旋转180度到后面去之后呢，然后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往这里压下去啊，整个的给缩到下方来。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手腕的一个变形。手腕的变形是比较简单的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地方给打开，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松开，朝这地方翻过来之后把这个部件给按下去。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这一个凸呢给扣到这个，这里有个缝，但是你要注意这里是有一个凸，这个凸要转到内侧去，然后在这个情况呢再做一个组合。那这里的在拼凑的时候就是利用这里的关节啊，这里有一个手腕有一个关节把它给翻动一下，这一侧的手臂呢到这边就 OK 了。这里的变形呢当然也是一样的了，先把上面这部分给这个锁扣给打开，整个推上去，这个锁扣呢就直接可以扣下来了。再来就是把这个凸啊给扣到这个缝里头去，但是要记得是把这个可以转到内侧去，因为它两侧都有凸啊，那就利用这个地方呢去做一个调整啊，把它往上翻上来，
这里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密合，这样把它给扣进去 OK 塞进去了，这样就可以了。这两个部件的话呢我觉得影响不大、啊、有没有规定的变形呢我是不知道，暂时最后再调整就可以了。再来我们就进行这个部分的一个旋转，那我们在旋转的时候是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看到没有，内侧有个凸跟凹痕这个地方，这里就是待会要扣的位置，就在这，你就知道大概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把两腿的话呢先做一个合并，简单的一个合并，简单的合并，合并好啊 OK。 然后呢这个脚掌的话呢这里往后面打到这边，然后呢直接的往上翻上来，往上翻上来，哎，往上翻上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一样啊，这个地方有个洞，侧边有个凸，哎，所以这个卡扣都是非常的明确的，非常的明确的。以及这个地方呢翻上来到这边，把它给推到最上面来啊，然后这里两侧这样把它给靠过来，把这个两腿呢跟这个两手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卡扣，它都是用非常小的一个卡扣去做一个组合而已。那基本上呢到这边的话呢已经变形快要完成了。好，最后就是把这几个铁叉啊，当然你这样也是一个造型啊，有点像皮卡丘的感觉对吧，其实它的一个组合就是把它给翻到，直接往侧边翻进来就可以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直接的往内侧翻进来，那你就是互相之间的不要去影响到就可以了，就把它给放到中间来 OK 了啊。这个然后这个两侧这个好像没有一定要怎么放吧，你要怎么放都可以，这黑色部件我觉得不重要啊，这里然后这块部件是往下放，我觉得比较平均一点比较好看。那么我们这一款这个载重机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 OK 了啊。那即便是一个 Mega Box 的话呢它还是非常的有机械感啊，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油压的管子啊，还有这都是属于一个重型的机械那种感觉 caution 啊，然后什么 power loader 哎，对，写个二对不对，然后这个 danger 这些，嗯哼，上下左右来看上面还有个警示灯啊，这样摆在桌上的话呢好像也是一个类似是什么，这个应该是也是一个什么工厂里头的一个摆件嘛，基本上就是造型来讲做的真的是相当的好看啊，然后从后面来看也是一样，还有这些油压管的感觉，整体来说的变形的过程的话呢是更加的干净利落啊，相较于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异形女王的话呢，可能一些机械迷的话你搞不好会更喜欢这一款说不一定，唯独吧就是美中不足吧，就像我们有时候手痒会去做一些小涂装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呢哎，这个鲜黄色呢是太过的低龄了一点，不过这个问题都不大啊，你可以自己做一点小小的一个加工。那今天的话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